豬軟骨中間呢一度咧，白色就係我哋煮完之後會有少少脆脆地，但係咬得開嗰個部分啦。因為時間關係咧，我就諗住將啲豬軟骨啦，同埋咧我今日會煲湯啦，頭先買嘅一啲排骨咧，咁就會一齊將佢飛水嘅。煲湯骨係硬嘅，然後大嚿好多噶，一定認到啊！咁我就會將佢全部咧擺曬落去。較大個火，喺飛緊水嘅同時就準備好煲湯嘅材料啦。今日我係會煲一個合掌瓜湯嘅，兩個合掌瓜啦，一個紅蘿蔔啦。然後時間關係，菜檔係勁好，幫我將嗰啲粟米咧搣曬嗰啲蘇再斬埋一碌碌。呢個我洗咗就可以直接擺落去個煲嗰度啦。其實我應該要用菜刀，但係我懶啊，我見呢把刀咧，佢都係可以切到就用佢。不想开多把刀，差点忘记了它啊！浸住先，我们要坚持不开把菜刀出来。还有蜜枣和一些南北杏，是不是落了层皮就不用姜的呢？但是呢，我习惯煲汤，这么多菜的汤呢，是会落一片的姜去驱一驱那些寒凉的。整好晒啲菜就会见到飞水的猪肉，好多污糟嘢系逼咗出嚟，个样好易认噶，连啲颜色咧都系唔同噶，因为呢一个系比较新鲜嘅猪肉啦，然后嗰啲嘅猪软骨咧，我系买急冻嘅，而家就冲干净晒啦，因为就算飞咗水咧，头先上面有啲泡啦，又污糟啦，然后佢仲有啲窿窿罅罅位咧，都系未清晒，咁我哋冲一冲干净咧，我会分翻咧嗰啲猪骨煲汤嗰啲。摆落去，然后就加水啦。一开始煲汤咧，我系觉得最难就系唔知道要加几多水啊。我试过系加咗好多，个汤好淡啦。试过系加得唔够咧，去到中间系冇晒嗰啲汤啦。咁所以而家我嘅份量咧，大约就系咁多材料，2500秒系要度嘅。我真系唔识去目测啊。咁就五个呢个量杯咧。应该就够3至4个人饮噶啦，每人会有1至2碗嘅。最后浸好嘅果皮，我哋用刀背将嗰啲螺咧咁样刮走佢，唔需要用力噶，系劲轻松咧，已经可以将后面嗰啲螺咧全部清走晒噶啦。我系唔知点解要呢个步骤噶，总之妈咪系咁样教啦。准备就绪，我哋可以开火，我哋大火。滚咗佢10分钟之后咧，而家就可以将佢转去细火。这个嘅程度咧，就可以滚佢2个钟。跟住我哋开始整猪软骨啦。头先嘅猪软骨咧飞咗水啦。然后材料仲有一块姜啦，3粒嘅蒜头，2个嘅番茄同埋1个洋葱。呢一 part 我决定声音导航，将番茄同埋洋葱切晒一块块先，然后开咗个镬佢落啲油，我哋爆香姜同埋蒜头，跟住就可以落洋葱噶啦，炒到佢变到半透明咧，就可以将啲猪软骨全部落落去，炒到金黄色，落一圈嘅酒。这个时候将一半嘅番茄落落去，跟住可以开始调味啦。5汤匙嘅茄汁，2汤匙嘅白醋，2汤匙豉油，1汤匙嘅味淋。我都系惊佢唔够甜啊，所以落多咗少少砂糖啦，然后就落400ml嘅水，跟住搅匀所有嘅调味料，等佢滚之后就可以吸盖噶啦。冇咩要做噶，校细火，然后 set 时间45分钟。4个人食杂几多啊？一半。OK。劲大棵油麦菜，呢度超多啊！最后摘咗2大袋啊，呢一袋系俾街坊嘅，然后呢一袋咧就系今晚4个人要清晒佢，会唔会太多啊？都唔会啊，应该 OK 嘅，我觉得。就咁样滚翻起佢，跟住咧又系校翻。中细火煮多佢大约10至15分钟，过咗10多分钟搞掂噶啦，你会见到咧，而家已经
炆到差不多收了水啦，因为我想那些猪软骨再淋一点，所以冚盖焗住它，那就完成了这个的番茄炆猪软骨啦。因为很多人见到 IG story 想看怎样煮啦，我又觉得它是非常之容易啦，是不专业厨房的 level 呢，那我就整了这个，大家可以试一下，因为是很好吃的。我应该是哪边影先呢？今天有个大眼鸡啦，跟住我哋炸的菜，然后有个邻居拎咗酱油蟹过嚟，有猪软骨，另一个邻居咧就拎咗鹅片啦，同埋一啲韭菜鹅红，仲有呢一个嘅墨鱼饼，加埋啲汤渣。其实我哋四个人食唔食得晒咁多嘢？今日是燒肉 day， 好豐富啊！出扒唔得啊，未開始啊！我整咗好多唔同嘅肉啦，今日全部咧有醃嘅肉都係我自己醃噶，唔係出邊買嗰啲現成燒肉。出扒已經不停咁樣食緊。你有咩食啊？出扒係嘛？我特登咧係烚咗一啲我哋嘅肉咯，全部係冇醃嘅。咁所以我哋食啲乜嘢，呢只狗仔就食啲乜嘢啦。搞掂可以开餐啦！今日咧点解会想拍呢个礼拜我哋喺小岛食啲乜嘢呢？就系、是、因为就系呢个臭油烟机。系啊，我哋有个新玩具啊！呢个系我劲想试。大家都知道咧，我系好中意喺屋企开 party 啦。咁跟住成日都喺屋企烧肉咧，但系有个问题就真系会有油烟嘅。我哋平时咧就会开晒厕所啦、厨房嘅抽气扇啦，跟住再开埋抽油烟机咧，都。點樣都仲係有少少嘅，咁跟住之後咧，我就見到有呢一個咧個牌子叫做 Casamia 嘅家用即係方便版嘅抽油煙機咧，我就好想試一下。我哋都係第一次試用嘅咋，咁所以我拎住個說明書，跟翻說明書黐兩邊咧有個魔術貼嘅，然後就可以個 filter 咧每次係即氣咁樣黐實喺上邊。咁佢就会黐咗上去，唔怕周围走位啦。然后下面呢一个位置就可以对准佢，跟住一放手，佢就会黐咗落去噶啦，完全唔会甩嘅。跟住之后吸咗落去咧，佢后面系要插电嘅，佢唔系无线嘅。应该咁跟住之后插咗电咧，就要得两个掣嘅啫，唔需要揿好多嘢嘅。开关掣咧就会系揿一下低吸力，揿多下中吸力，再揿就关机。然后长按咧就可以开灯熄灯嘅。下边嗰个掣咧就系、是、一个叫做强力模式啊，系啦，揿一下就系、是。总之所有嘢都系揿一下、揿一下、揿一下啦。咁而家咧我就想试咗佢个声先，因为其实咧佢呢一个抽油烟机，我觉得。抽到是他应该要做到啦，但是究竟他抽到之余会不会很大声？对啦，现在这个是低吸力的，你觉得个声是？哦，好静啊，这个好像吹着风扇咁啊。是啊，我都觉得是吹风扇，跟住再按啦。这个是中吸力，有声的，是接受到的，是啊。它是吸尘机最小的那个毛，是啦，那些静音模式那些咯。然后我再试这个的强力模式啦。哦，细吸力、中吸力、强力模式，强力听啲声就好似好劲。然后每次使用后请及时，请及时洗滤网、集油杯、主机表面和进出风口。唔该晒，我要介绍一下，今日是一个黑椒牛仔骨啦，同埋韩式呢个护心肉啊。护心肉系啊，猪嘅护心肉啊，好好睇啊啲烟咧，系啊，一路吹向呢边啊，我唔知点样可以影俾大家睇嗰啲烟咧，我可以描述一下嘅喺呢个靓嘅肉上边，啲烟慢慢飘起上嚟，咁咧佢就向紧呢个我哋嘅抽油烟机上面
吹緊啊，好多煙啊，一路吹。係啊，我好想影啊，我唔知影唔影到俾大家睇。見唔見到啲煙咧？係一路向緊抽油煙機個方向啊！因為平時在這個位置燒肉呢，個冷氣開著，那些煙是向這邊吹的，那所以為什麼今次我特地是擺了這部機在這裡呢，就是想看看那些煙會不會呢是逆回這樣吹過來，你覺得呢？ OK 啊，我一直都看到煙是這樣飛的過來。是啊，那所以呢屋企現在是沒有任何煙霧瀰漫啊，跟住之後很多油煙向上啊，那些情況完全沒有，我覺得是非常之好。好唔好食啊？正啊，系咪啊？舐舐味啊！冇啦，唔食咁快啊！你老碎气咁样铲紧啲碗仔到。好。所以呢个锅我都觉得很好用。冇错。佢真系超好，系啊！佢系完全唔需要用水，已经系自己可以清洁到。系啊。我觉得系非常之好。尤其是我哋呢个烧嘢食，我哋烧肉成日都有啲。醬嗰啲黐曬喺度，呢個係嗰啲簡陋版牛角嗰個咧，放咗一片牛油，大大粒嘅帶子，佢係刺身嗰啲嚟嘅平時。我哋落少少蒜蓉啦，佢搶咗通身帶子嘅味。由我調製嘅牛油、蒜蓉、黑椒、帶子，咁就大功告成。嗯，脆肉瓜是很好吃。是啊，相亲相爱的脆肉瓜。好，跟住搞大啲个火啊！做咩？有冇大煮嘅风范啊？好啦，我哋继续烧啦。我哋已经食到尾声啦。哇！好夸张啊！最后睇下个 filter 咧，究竟有几多油？望落去咧，中间系黄咗啲噶，但系又唔算话滴晒油啊，跟住有少少油啦，唔系话好犀利嘅。咁然后咧，单手有啲难，拎翻起呢一个 filter， 嗱，见到佢嗰个半透明啦，中间，咁跟住咧。這個就可以不要的了，然後剩下這個濾網呢就用水去清洗，清乾乾淨再曬乾乾就 OK 的了。跟著呢這部機後面呢是會有個油杯的，沒有油喔、啊、它沒有滴到下去，因為我們都不是用了很多油，然後摸下去呢它都不油的。好啦，那我們可以擺放到下次再看看究竟它會不會儲到油了。好啦，那就跟大家開箱和實測完畢了，我現在要去洗了這個網了。一二三四，我的名字叫麥兜兜。Testing testing testing， 一二，試快落地好易痛。為什麼你每次都是唱麥兜？